消委 content 真的不是这样拍。没有，就请推一下宝妈。不要以为你肉这鸡，哦，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做这样。是我就这样，刚才是这样推。走开！拍 video 拍到啥去啊？哈你。这是变苦了嘞。啊。大家今天有一个机会嘞，因为继上一次我做 Benny 神器过后，刚好阿旺哥哥就过来我们这一边了，想说要跟我们拍摄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既然阿旺就来了，这样我就激怒他。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很期待阿旺被激怒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要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阿旺的底线到底是什么？我想了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他的底线很显然一定就是香米。我就是想要做一些东西在香米身上，然后触发他的底线。可是当然不要这样快先啦，我想要看一下我做其他东西可不可以激怒到他。如果到最后我做的那些东西都激怒不到阿旺的话，这样我就要出我的奥地了，就是要做香米。总之就是做高香米就对了啦，然后在他面前做高。所以看我做高香米的时候，阿旺会不会被激怒？英雄救美，守护自己心爱的女人，那种感人的剧情在我心里还是历历在目，所以我们就看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一幕了。当然我是觉得啦，直接这样子推香米头其实不太礼貌，这个行为好像不太简单，所以我打算等一下有一个机会的话，我就会跟香米坦白，我等一下会利用他来做高阿旺，就是我会做高香米，就是他，我会跟他讲，所以看他会不会同意啊。如果香米同意的话，这样阿旺就现在我先找一个机会拉香米上来先 ，OK， 然后就跟他讲这件事情。现在阿旺和香米在下面吃着给他的东西，所以我在想怎样才有一个机会可以拉到香米上来。喂，喂，你上来做什么？哎，刚好我有东西要跟你讲哎。哇，你这样巧，没有没有，所以今天事情是这样子，这么这样活泼。不高，因为我吃了蛋糕。哦，所以会这样子啊？应该是有咖啡因哦。没有，我是在想哦，阿旺现在在下面吗？因为今天我朋友肯定是激怒阿旺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么容易激怒了。很容易耶。啊，真的吗？这样我希望容易啊，因为如果我做一系列东西他都不生气的话哦，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一个底线就是你，所以我现在要在观众面前，嗯，就是得到你同意，等一下我会做高你来惹怒他，你 OK 没有 ？OK。OK。谢谢你讲，非常有诚意。真的。这样子，我这个放在后面一点，我先做一系列东西先。可以啊，可以。OK， 你讲啊。OK， 可以，所以是。OK， 所以现在。哇，没有想到听从我呀，这样子就得到同意了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所以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可以怎样做高先。我觉得这样想没有用了，还是等有机会先。我现在下去加拍摄，然后顺便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做高。Okay. 原来讲阿旺非他最生气哦，所以观众以后看到阿旺哦，讲啊你是谁的仔呀，看他会不会对观众生气。我有没有content拍哦，我要拍一下 vlog， OK 吗你们？有什么不 OK？ OK 哦。有什么不 OK？ 那你的影片有content的没？有，这样讲话的没？你们自己讲我的影片有没有content？他看到你们拍飞片。他妈拍这拍，他妈是拍这片。我激动了，我被 get 到了，我感觉了。不要感觉。每次莫喂。蛋糕啊。哇，吃了蛋糕。一直在吃，因为我吃上一点点一点点。我头发。你把它拿下来。夹把拿下来喂。每次蒋大马六哥那些全部剪掉了。哇，帅耶。没有办法、啊、我被理发店做了一单，做单了啊！我不想出声了的。啊，你要顺便去讲，顺便讲一下，要讲一下那个理发店嘛？你敢讲嘞？你现在敢敢讲？不用整。我给丁业的。哇！啊！我好无聊啊！就是这样，然后还有没有？他怎样做你？他剪刀像。剪歪掉了那个部分嘛，整个我觉得很整齐啊，整齐哦。歪了，有几个毛是比较长的啊，有几个毛我知道是比较长的。可是他头很像猫子，真的。他的头很像猫子啊，他的那个铁猫啊，弧线哇。所以 ，OK 啊，你就是要这样吧啦。哇，哪一个毛最长的？可以吗？知道开心吗？走开，你很像有一点东西一样对。哟，这样子讲话了没？拍片吧，好吗？去拍个废片。
没有想到他完全把这一个事情啊当做是玩笑吧。因为前几天他就是去剪头发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因为那理发师给他弄到他头发了很难看，然后就被逼要剪比较光一点的头。我没有想到这个不是他底线，就是他那天是很生气的，然后结果现在竟然我这样开他头了，给人家发现他的头是这样子啊，他完全没有生气的，还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玩笑，不懂是不是因为有镜头关系啊，所以哦，可是你们也发现了啦，我一直开他，一直要拿帽子盖回去，所以他还是很介意的啦，把他真的是没有生气哦，他就是可能是在镜头面前吧，我不懂，反正就是，看来我要想一下下一个计划，OK， 再过来一段时间了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做高吧。我想到你改变，我想到你改变。我知道阿旺，我知道阿旺他自己其实也买了一个 AirPod， 就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耳机，无线耳机。我很喘嘞，我说我很紧张。然后那个耳机是这样子的，当你把那个盖打开的时候啦，你的电话就一直跳出那个耳机那个电量那东西，所以我就打算他玩王者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打扰他，一直开那个东西，给他打不到王者。我要找他的那个耳机先，他的耳机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保护壳，就是 Supreme 的那个黑色的，所以我去找一下。我觉得这样子真是不可以，因为他太冷静了。他的那个 Supreme 明明就是他最喜爱的东西，那个保护壳 AirPod 的，可是他竟然……阿元和 Cherry 在里面，我在想就是可能要用最后第二个奥迪，就是那个讲他是肥宅的奥迪，因为这个是香米爆料给我的，他讲哦，如果有人跟阿旺讲他是肥猪的话，就是肥仔啦，他就很生气，可能内心会不爽啊，可能表面看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要试试看，等一下我一直叫肥仔的话，他会不会很不爽？我觉得是时候了，这个是我下一招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没有，你用什么？你用什么？李顺啊。李顺啊，像这个呢，这个用什么？哇，你用墨汁啊？墨子好玩，墨子很肥的哦，像阿旺这样肥的哦，喂，肥气，笑哎，你真的很像墨子这样肥，你知道没有？阿旺，你看他肚子，拿掉我家命，哎，我老哎，哎，我觉得刘三比较像你耶，几肥哟，喂，要肥气啊！你们觉得阿旺像那个刘三吗？就是那个机器人，那个王者荣耀里面的，很肥嘛？那个机器是不是很像他了？现在你看他肚腩，你看他肚腩是不是很像？就是跟那个刘三那个机器人一样，这样肥，这样大只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阿旺肥又可爱，观众讲他肥。是嘞，这样子你不要做镜头啊，你也跟他一样肥啊。不能啊，我不能，我肥就没有人。我用多少钱才有这个身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这样的吗？他投资很多钱，比用比做镜还要贵哦。你会不会拍
拍一半，然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玩哦。会的，会的。我要去试一下。这样你慢慢玩啦。完全没有反应了喂！刚刚香米爆料给我听，讲说如果叫他大肥猪的话，他就会很生气。然而我刚刚叫了他很多次大肥猪，哎，谁叫我好像没叫他大肥猪？就是我讲他很肥就对了啦，是不是？我拿刘三江肥的这个英雄来跟他对比，然后他竟然没有生气，可能是我叫的话不会有问题啊，可能香米叫的话他会比较 K 一点。结果香米去叫了，他还是一样没有生气哦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。可是香米刚刚讲到大肥猪很肥的时候，叫他减肥的时候啦，他不知道有 camera 对着他的嘞，他还是可以这样淡定。难道说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他的面前，所以他不敢乱发脾气？我觉得不能了，我一定要出最后大绝招，就是做高香米。阿旺阿旺，我就不信这一个奥迪了，你谋懂欲重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想办法做高他。那观众，我是经过香米同意的，所以我也不会推他很粗鲁啊，把就是推他头这样子哦，就看一下到底香米是不是阿旺的底线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还在打王者呗？香米，你们一直打王者的话，我拍摄很闷的，没有内容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打，没有打，没有打咩？香米，你这样闷咩？赶紧打！我爸爸叫我。爸爸叫，哎，不要爸爸叫猫哎，喂，怎么你头好像有蚊子哎喂？推我！哎，再推了一下，再推了一下。哎呦！喂，真的爆一声嘞！喂，中了，真的中了，真的中了。够力了，够力了！有受伤吗？哦，哦，够力了！不贴心的男朋友。我觉得碰到了，我觉得碰到了，真的碰到了。是你的锤这样子撞到他的那个脚哦，很好笑哎，你的头。这样子，头这样子推一推一下嘛，我就撞到他的脚。你好笑啊你！我很傻哎，我现在也很傻哎。来，快点学啦，这样傻。你没有觉得他很蠢？他这样子，我刚刚这样轻轻这样子推他一下吧，他就撞到阿旺的脚了，知道吗？很大力耶，这下。哪里有？很轻貌啊，阿飞，你看是不是很轻貌？很大力一下。笑伟 ，content 真的不是这样拍。没有，就轻推一下吧嘛。不要以为你肉这鸡，哦，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。是我就正干什么？走开！哪里有大力？我觉得我有大力啊！你看这视频的。拍 video 拍到啥气啊？你？你们有觉得我很大力没？没有大力的吗？有大力没？没有啊。没有大力啦！你看刚刚。这视频。啊。笑我哪观众？我确定啊，这一场真的是激怒了啦 ，OK？ 我冠军了，耶！停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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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跟他学一下来，小米，是时候了，你看你看，哈，我刚刚干嘛要激怒你了？但是其实可以推多几发几下噻。我是看在小明嘛，他再过分都好了，我都不会动手打，我最多屌啊。谁？是你那两下，你看是不是很过分？过分。
是不是差点打啊？没有 ，OK。所以总结来讲，你是真的有生气吗？你讲一下你的感想，有没有很生气？我很尽量的在 control 我的 EQ。OK， 我现在问你，我第一次揍你的时候是那一个？我完全不懂你在拍什么鬼啊！现在，所以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我就是要激怒你吧，哦。啊，激怒你哦！可是我不是激怒你三次啊，我是激怒到你真的是被激怒为止。揍你有激怒吗？你自己讲。有啦，刚刚你讲过。有啊。是到我先。有啊、哦，不要紧，我跟他讲 sorry， 我跟谢宇讲 sorry， 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耶，哎哎，我的镜头。